主料：青瓜300克，猪肝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姜、豉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青瓜削皮，斜角切块。猪肝提前用油、盐、生粉、豉油腌制半个钟左右备用。热锅爆油，爆香酱丝。猪肝放入后适当翻炒几下，青瓜放入翻炒两下后放盐，盐可以使青瓜出水，所以这个时候放盐后就不用放水了。翻炒至青瓜稍微变色，可以放少量豉油，喜欢吃脆的朋友可以这个时候盛起，喜欢吃软一点的朋友可以盖一下锅，盖一分钟左右再盛起。烹饪技巧：盐可以使青瓜出水，所以这个时候放盐后就不用放水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